家叫做品田牧场，其实是连锁店啦吼，是全台湾拢有啦。啊，不过伫台南较稀奇是讲，伊这是新开的啦，所以呢，啊，我有那就伫别个所在嘛，捌食过啦吼，所以这新开的今仔特别来试看卖。这成大校友会馆，放一堆名店啦吼。你看到的这个啊，它叫姜汁樱花筒烧，那它里面的话是用，就是富含较多肉汁的五花肉，搭配蔬菜、还有粉条，以及煮熟特制的姜汁。那菜单定改点，菜单会有加一点青椒去做调味。哦，就这个啊，这一道，这个煮比较大，这个是姜汁樱花筒烧。姜汁樱花筒烧，对。然后另外还有一道的话是这个金丝虾豚猪排，它是将猪排做成小块状，那上面发上手卷虾、牛蒡丝，淋上竹竹特制的咖喱芥末叶子，所以它本身的话会带一点咖喱的微辣五香口感，那也是我们新推出的一道菜，各位可以做参考。那其他的还有什么可以推荐的？推荐的话，因为我们目前人气排行第一名的主餐是章鱼烧猪排，哪一个？这一道。它是将猪排先拍薄之后卷成球状，那上层有撒上章鱼片、紫菜鱼片，淋上芥末口味的美乃滋，那本身是带点微呛，就是如果说你平常比较偏好重口味的话，这是也他们都来介绍我附送者，这是姜汁樱花豚烧，一共这几盒了哈。那再过来是金丝虾豚排，然后再过来他讲的是章鱼烧汁猪排，以上三样。这么讲本规矩用的最了哈。步骤一，芝麻捣七分；步骤二，加入酱汁两分；步骤三，猪排蘸一下。我还刚想要补猪排啊。那七分哦，倒七分是七分钟吗？哦，七分而已啦齁。芝麻酱。啊，你蘸这个哦，高丽菜。这个吗？哎，你不要讲吗？我就是可以建议你搭配下层蔬菜一起趁热品尝。好的，下层的蔬菜。对对对，一起品尝。好好好，谢谢。好，姜汁樱花豚烧，安尼几组的？哎呀，这是啥物汤？搞很济好。哇，怕没贵哦！谢谢，不好意思。绿色灯，最近乐透对，有中乐透，哈哈哈哈哈。讨论不能买，我先接招待，招待你，这把招待你。吴小敏，我把你，哈哈哈哈哈。谢谢啊，工作久，嘿，谢谢。在冰处，我是冰要指挥，您带专业的。哦，多谢多谢，谢谢。好，我给我给你上。这个下层是猪排，对。啊，上层是，然后再铺上手卷虾，手卷虾，对，然后上层的话是撒上牛蒡丝，还有淋上就是黄色的是咖喱芥末。啊，叫什么名字？金丝虾豚猪排。金丝虾豚猪排。金丝是指上面的，然后虾的话就是虾，那豚的话在日文的意思中是指猪排的意思，好，所以它的全名号就是依照它的形制叫金丝虾豚。好，谢谢。教学不愿意透露这个脸部的美食家，请问这个好不好吃？不叫吧？不叫，不叫你对。是台江是，江那个新鲜的。啊，是台江新鲜啊。
啊，地瓜甲虾啊。温度的吼，算火候 OK， 刚刚好，不会太熟，不是太熟，就是迄落有完全性，吼、哦，但很均匀。嗯。美食加工的省啊，哈、哦。